今天是重装徒步，我们要爬到身后的这个山上，上面是一个高山的牧场，可以直接看到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。那今天带的这个拍摄的设备就是佳能的 USR5。山顶的高山牧场有一个接地气的名字，叫两头上。它是云南香格里拉傈僳族世世代代放牧的地方。我在山腰发现了这一个废弃的小木屋。现在的海拔是在3500，还有300厘米的海拔，就要到达两头上的这个放羊的牧场了。现在已经走到山腰，已经接近横切的一个状态了，所以说这个路已经变得很平坦了。晚上6:30，我们终于赶在日落前抵达了目的地。在这里邂逅了一场无与伦比的雪山日落。我们现在是在3800米的傈僳族迪安白高山牧场，现在是在小木屋里烤着火。3800米的海拔，外面还是比较冷的，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小木屋里面却异常温暖。现在在使用佳能的 USR5 拍摄暗光的环境，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这个画质。三吹三打，吃要吃的时候吹一下三下，还再打一下三下就可以吃了。现在是早上的7:30，太阳已经高高升起，将整个3800米的这个迪安白牧场照亮，显得异常的温暖。相比于晚上，因为昨天晚上在外面拍摄星空，属实有点冷。那在我周围都是当地傈僳族啊所建造的这个小木屋啊，包括这个栅栏都是用来放牧的，在这个山野之间实在是太美。在我旁边中间的这个就是我这一次的高山领队，这个是威廉，对，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户外的向导。这个高山小哥他俩都是这个傈僳族的啊，非常非常感谢他们。好，阿克克斯丑白布，那个傈僳民国嘎嘎了，阿克干爷嘎声啊。对，他说就是用傈僳语是说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云南香格里拉这边来旅行。我现在被牛包围了。在香格里拉的高山和峡谷之间，其实还有着数不清像两头上这样充满了原始气息的人文秘境。希望有更多人
能够像我们一样，去拥抱这颗美丽的星球。在这个山林里面，我希望大家不要扔垃圾，所有不带的垃圾全部带走，不然在这些垃圾在这个山里永远会这个消失掉，永远不会降临。在这个沿路都会使这些垃圾清理大自然，保护大自然。